2月23日凌晨，迪丽热巴作为某奢侈品亚太区品牌大使，从首都机场出发，前往米兰参加时装周。当天，迪丽热巴身穿军绿色字母徽章刺绣夹克，内搭印花白色 T 恤，鞋款桃心印花迷你包，下穿蓝色磨白磨破九分牛仔裤，脚穿红色白色拼色字母 logo 印花系带运动鞋，尽显青春无限。当天虽然已经深夜，但迪丽热巴状态相当好，一头焦虑卷发配上精心打理的妆容，尽显好气色。精致的五官和白皙的肌肤更给人视觉上的享受。迪丽热巴一现身就被媒体和粉丝团团围住，足见其高人气。在机场接拍时，迪丽热巴也是开启了花式凹造型模式，或是不时撩拨秀发，或是比小爱心，或是高举双手比 V 萌态十足。她还高举栏杆抬头望天，少女娇羞的一面尽显无疑。据悉，作为品牌大使，迪丽热巴此次受邀出席观看了该品牌的两场大秀，秀场表现值得期待。